好，你几点到这边？我大概是7:50左右。你是第几次投票？我是第一次投票。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很好啊，就是感觉可以选政府一样。会紧张吗？肯定有一点吧。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未来的 YB 说？就希望他可以好好发展这里，不要人民选到了你，然后你就没有做到事情一样。好的，想问一下，如果你未来毕业之后，你有想要回来新古毛发展吗？还是想要去其他的城市发展？可能看当地哦，如果这边的工作就业机会比较多的话，可能会选择留在这边哦。你说这边的那个就业空间大吗？这边啊，我觉得如果比起城市来讲的话，这边的就业空间可能就比较小一点了。像你希望未来的 YB 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这里？就是推广这里的旅游业啊，这里的那些特产啊、小吃啊这些之类的。